系喎，头先讲话要唱《上海滩》喎，好唱埋个《上海滩》佢先。上海滩。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途尽了世间事，浑浊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爱你恨你，问君知否？似大江一发不收，转千万。未平伏始终争斗，又有喜又有愁，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仍愿分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多謝 Sam 哥嘅 Super Chat，Thank you。上海灘咧，頭先我見到啊，上海灘咧係我哋欣欣嘅一首點唱歌嚇，正啊嘛。啊，初哥就話咧，我怕對你嘅喉嚨唔係咁好啊嘛，唔好客氣啊，唔好客氣。啊 ，RL， 我想問下你嗰個萬水千山係咩嚟嘅？我識唱萬水千山總是情咯，但係萬水千山我就唔識啊。不好意思啊 ，RL。好了，我哋另外一首下再拣下先。咩话？Eric 话咩啊 ？Eric 话呢啲叫做死都要型啊？咩意思啊？多谢初哥 ，thank you。多谢你嘅啊 Super Chat，thank you。好，另外睇下先吓，一首好经典嘅歌系嘛？小妹唔系冯晴晴啊。你一讲开晴晴，我又谂起某某人、某某晴晴。好啦，我知点解，我知 Eric 点解咁讲啦，因为我系倒翻转睇。OK， 头先咧就
邊個啊？華啲就話咧，聽到咧覺得自己係許文強啊咁樣。咁咧，V 老督就話咧，唉，但係咧死許文強咧，佢又死嘅，真係好鬼死型嘅咁講。咁所以咧，所以 Eric 咧就會答咗一句，呢啲就叫做死都要型咁係嘛？正啊，多謝。今日點解咁多蚊？點咁多蚊？你嗰度好多蚊啊？你講緊？你定係講緊我啊？我呢度冇蚊啊，但係我有好多好痕咯，好多好多嘢勾住我喉嚨，我要忍住咯，一路唱歌一路要忍住個喉嚨。所以你有時見到可能我眉頭皺一皺啊，或者係可能個面皺一皺啊，就係因為我喉嚨會好痕啊。係啦，我 Suku Suku 就話咧，見到啲字咧就會飲水噶啦，係啦，因為有時咧唱歌嘅時候咧做緊直播咧係真係唔記得咗要飲水呢回事，因為太專注啊，啊冇咗飲水呢回事嘅，咁所以咧。所以咧就係咁啦，所以通常你哋咧打杯水出嚟，或者你同我叫我飲水，咁我就會成係我要飲水咁樣啦。嗯，不過今日飲嘅水係比平時多好多啦，係咪？平時我直播嘅時候都飲唔曬一支，我今日已經飲曬一支啦，差唔多，剩翻兩啖。好多蚊咬我哋只腳，可能啱啱完咗呢、這個風球啊，係嘛？啲蚊飛出嚟啊！我早兩日都見到我做，係咪早兩日啊？定係早三日？我見到有好多曱甴喺地下，跟住然之後就話會打風喎，會打風落雨喎。跟住我應該可能會落雨，點知唔係落雨咁簡單，係打風添。哦 ，R L， 你係要萬水千山總是情係嘛？唔係萬水千山係嘛 ？OK， 因為你打緊。機隻手充血，所以啲蚊釘嚟，但佢釘佢釘佢只腳喎。如果 Mila 著古裝唱上海灘咧，就會好正啦。嘿，講開啲古裝啊，而家都仲喺船度，未落到嚟啊，都唔知幾時先落到嚟啊。好，我哋唱埋呢只嚇。今日早少少 offline， 大家可以早啲休息。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白云过山峰也可穿晴。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柔情似水，爱共永。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柔情似水，爱共永。Thank you.
饭头有山水共作证，但头有山水共作证。我哋有万水千山总是情，由我哋 RL 嘅一首点唱歌。哇，多谢 Outlook， 另外多谢 Samson， 多谢你哋嘅 Super Chat，Thank you。我睇咗好耐啊 ，RL 嗰、那个佢，因为佢不定重复嗰个字啊，咁所以我谂咗好耐嗰个佢系咩字咧？因为佢就打咗一句 check 心，跟住咧就有个框框啦。因为嗱，RL， 因为我要同我嘅 channel 呢边嘅朋友咧讲下，因为咧即系你而家喺 Big Bill 哥嗰度嘛，咁我呢边 channel 嘅朋友咧就睇唔到你嗰句嘢嘅。诶，我打俾你哋睇好嘛？佢咧就打咗句咁嘅嘢。他打了一句这句话，我想了很久那个夸夸句是什么字，跟着我一路唱呢，一路在那里不要紧 OK 的，最紧要明白就可以了。我想了很久，咦，什么？跟着我，哦，当我呢即唱唱下的时候，突然间想到，哦，我知道是什么了， Got it， yeah， 我明白了。我分享给大家看看大家明不明白。Ashley 你好啊， Ashley 说 听到呢就想起呢冚家辣啊，吴君如成日唱这首歌。哎呀，你说冚家辣我到现在都还没看啊。Ethan， 我到现在都还没看啊。其实好不好看啊，好不好看啊。我只知道 讲辣椒的咯，这套东西。看看。想万水千山总是情，套戏好看吗？是的，套戏好看吗？小米姐又唱得好好听，小米得啦，多谢你啊 Rabbit。 好看，笑中有泪，好多好多戏都好好看嘛。哎呀，落咗画未啊？落咗画未 ？Ashley 嘅首歌，唔系呢套戏，我想去睇啊。不过我都冇时间睇，我想我到有时间睇嘅时候，可能佢已经落咗画。咁佢落咗画之后，唔知 Netflix 会唔会有咧？希望有咯。如果有咁，我就可以睇。咁我要抽一日出嚟睇，一齐唱系嘛？多谢你啊，美玲姐。星期日睇古天乐，希望好睇啊！喂，呢套古天乐嗰首那个叫做《明日之战》系嘛？大家都可以睇。如果即系大家冇睇过呢套戏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大家系可以去睇嘅。即系如果想睇戏。因为点解咧？《明日之战》呢套戏咧，佢系所有嘅嘢咧都系香港制作噶，无论系人啦、即系所有嘅人物啦，吓同埋佢所有嘅 CG 啊，各方面嘅东西啦，都系香港人去做噶。咁咧，即系我先不论呢套戏究竟好睇定唔好睇，但系一个全香港人去制作嘅，即系所有嘢都香港去做嘅，身为一个香港人，系咪应该支持一下先啊？应该要去睇下，我觉得呢、这个。好啦，哎呀，大家都估到啊！RL， 你睇下，哎，你冇睇啊？喂，你试下睇下过唔过嚟我个 channel 度，睇下大家都识睇你嗰个字啊，所以咧系我未捞到咋，睇下大家一睇就知啦。琵琶膏啊 ，yeah！多谢你，我就见你点解不停喺度重复呢一个嘅咧？咁样系因为我不停喺度，即系头先都有系咁咳。Hello Dominic 你好啊，要啊战记系嘛？明日战记啊？唔系我头先讲咩啊？我头先系咪讲明日战记？你啊唔知乜嘢？明日之战好似系。系明日战记，明日战记系要去睇啊，要去睇啊，记住啊！
啊，有面琵琶膏，系啊，琵琶膏啱啊。好叻啊，大家都合家辣啊，唔好变粗口，唔好变粗口啊，系合家辣，唔系冚家辣啊，冚家辣都冇问题啊，都唔系粗口嚟嘅，系咪？合家辣 ，OK， 合家辣。啊，我听日去睇古天乐，我未睇啊。我个农场好多牛啊，点解讲好多牛？你个农场你搞啲咩啊？你个打紧机嗰度有农场噶，定系咩啊？点知要咁？啊，我以为小米系客串，唔系啊，唔系啊。Netflix 抵唔得 ？Netflix 如果你同朋友 join 埋一齐就抵嘅。而家我个 Netflix 就系啊水晶嘅 Netflix 嚟嘅，我 join 咗落水晶嗰度。星期二支持明日煎机，系啦，一定要支持啊！唔好睇都要，我觉得唔会唔好睇嘅，不过就会唔会系非常好睇，即系好睇啊，好好睇啊，超级好睇，你非常超级好睇嘅咁解嘅啫，即系一定好睇嘅，就系点样都要支持下，因为始终都系真系，我觉得系所有嘅嘢都系香港人去做咧，即系身为一个香港人系必须一定要支持，即系好少嘅电影系全部都系香港做嘅，是 Connie 喎 ，Hello Connie， 未睇啊，不过咧都会去支持一下港产片啊，系嘛？系啊，冇错啊。仲要系古天乐噶、哦，古天乐嘅都系要非常之支持，因为其实古天乐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人啦、啊。佢成日咧都去帮人啦、啊，系嘛？成日都去帮人啦、啊，成日都做好事啦、啊。咁所以其实我都觉得系一定要支持一下。讲笑，哈哈！我都系小米嘅身上面学到人哋叫小米姐嘅啫，下次叫小米得啦。有冇睇？哦，呢、這个我冇未睇啊，无谓。好唔好睇咧？呢套戏又星期五，明天又星期五啦。Hello， Ivy， 你好啊！唔得闲睇《明日战记》，都要买戏飞啊嘛，即系我唔得闲去睇，都要霸住两个位买个戏飞去睇，系嘛？你支持一下咁啊！一定会睇琵琶膏，我都好中意食。其实我都好中意食琵琶膏噶，上咗映啦，欣欣超级好睇啊！讲句对白都要15分钟吓？讲句对白都要15分钟？咩啊？咩意思啊？即系你话《明日战记》定系嗰个咩？头先咩咩山路咩嗰个啊？嗰我唔识读啊，嗰两只字。点读啊？嗰咩咩嗰个咩？有冇人可以打啲同音字俾我睇啊？举个支持。嗨，比卡超你好啊！古仔系慈善家，系啊，所以大家都要支持下去啊！山卡拉嗰、那个叫做哦，原来嗰两只字叫做卡拉。嘿，今日又长知识啦！原来叫做山卡拉 ，OK， 原路山卡拉 ，OK， 原来卡拉咁样写嘅，长知识啦，今日有，哇，大家都好叻啊，原来都知道系卡拉吓，劲、啊，哇，你哋好叻啊，啊 ，Ivy 好搞笑啊 ，Ivy 话系叫做山狗日狗。即系炒开只字啊嘛，唔系啊，人哋话唔识读就有边读边啊嘛，咁究竟系日狗狗日狗咁，我应该边个先系个边咧？咁样，哎呀死啦，点样读咧？咁样就惆怅咗一轮，哎呢、這个字点样读咧？原来叫做山卡拉，长知识啦！我哋今晚唔系我哋啊，系我啊，我今晚长知识。阿三明哥话。哎、欸、喂，有边读边就真系山狗狗啊，一系就山日日啦、啊，哎、欸、或者你可以读上边山狗日，山日狗，话咗有质素噶啦嘛，系啦冇错，话咗有质素嘅，所以大家都识呢个山卡啦，原来卡啦咁样写 ，OK， 我而家识啦。木子田田心哲啊，呢、這个李思哲嚟噶呢个名啊。好啦，咁啊，我哋差唔多啦，啊，我哋唔倾啦，10:11几啦，
十八点几啦，我哋下次再倾啦，好唔好啊？下次咧，我哋会系星期四啦，再系我哋下次见面嘅时候，已经系去到九月啦，九月啦，九月嘅一号，三九日，日九变咗日文，系啦。你都是今天才知道是吗？看我们直播又可以长知识，知不知道？是的，非常多谢大家来到我们的 live， 也多谢我们在 BigBigGo 那边 channel 的朋友的支持啦， thank you， 也多谢我们小米 Mila 的朋友这边的支持啦，我们呢就要 offline 啦，非常感谢大家，我们要讲一讲今天赞助了的朋友先。今天非常不好意思，就因为即个喉咙的关系，令到大家不停听我的直播都在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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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音可能就不太稳，所以就多包涵。今晚都可能我不知道录不录到歌，如果我录到，我都会录回刚才一些唱得不好的歌，即是点了唱的朋友，但是唱得不是太好那些，我看看我一会的状态怎样，可能就要录一录啦，如果不是的话录一录打边录。任何时候都想到食好啦，咁就我尝试下啦，咁如果我录到的话我就今晚录埋去啦，咁就如果唔係就可能要下一次有机会我喉咙好返少少嘅时候再重新返录过，因为今日嗰啲我觉得未係我嘅要求上高嘅情况嘅歌啊，今日嘅未係我要求嗰种質素，咁所以我应该都会重新录过㗎啦，今日嘅即係早前头嗰扎嘅点唱歌啊，好啦，九月一号黑黑见啊嘛，好啦，咁我哋睇下先吓，今日支持咗小米嘅朋友啦吓，大家啦，如果咧你未俾 like 嘅话咧，咁啊方便嘅话可以俾个 like 我啦，多谢你啊，多谢你支持我啊，咁另外啦，亦都可以帮我咧 share 俾一啲中意听歌、中意吹水嘅朋友咧，入嚟我哋嘅 live 呢度咧，一齐去倾偈，一齐去听歌，咁亦都可以咧订阅一下，因为我哋咧个 target 咧就系喺小米生日一月二号之后之前，唔系之后啊，之前咧就有呢个3000个订阅嘅，咁而家咧就2.86啦，系嘛？2.86啊？应该系啊。录下先，系啦，咁啊而家咧就系2.86啦，咁就所以咧大家就。今天唱了10首，我今天唱了10首了咩？咁少了咩 ？Oh my god， sorry 啊，原来今天唱了咁少，得个10首，下次唱翻多啲啊。好啦，咁啊，希望大家就系咁样啦。咁我哋多谢下啲朋友先吓。好，我哋咧 YouTube 方面先啦，我哋咧 Super Chat 嗰边嘅朋友啦，我哋会有多谢伟伟啦 ，Thank you， 多谢暖之预感，多谢。另外咧，多谢 Sam 哥，多谢建明。多謝 Tim Yao， 多謝 Right B， 多謝 Will， 另外多謝 Eric， 多謝 Outlook， 多謝 Samson。好啦，我哋咧就呢個係小米 channel 嘅朋友啦。咁另外咧喺 Big Bill channel 嗰度咧，咁我哋都要多謝初哥嘅支持啦。Thank you。今日冇唱生日歌，今日有人生日喎，等我睇下先嚇。我有冇 miss 咗大家生日啊？今日以我所知，喺呢幾日應該係冇朋友生日嘅喎，係啦，即係我個 list 係冇嘅。如果你哋有嘅就舉手，我唱埋俾你聽。Hello 海俊你好，好咁另外啦，我哋咧就睇下先啦。我哋要多謝哥哥，多謝哥哥嘅支持啦。另外我哋要多謝容山鄭小姐嘅支持 ，thank you。另外咧要多謝 Simon 哥嘅支持啦 ，thank you。仲有小伦辉哥嘅支持 ，thank you。另外咧，我哋仲有一位嘅朋友咧，系喺银行嗰度嘅支持啊 ，thank you， 多谢你。好啦，仲有冇啦？我仲有冇啦？冇啦，好 ，thank you。Hello， 志娟 ，hi and bye。因为我哋要 offline 啦，好啦，咁啊，非常之多谢大家啦。咁大家咧记住啦，如果9月3号咧上嚟睇小米嗰个嘅 show 咧，都仲有少少。飛喺度嘅，咁啊可以同我買啦，
咁就$50一張，我哋喺上環文娛中心嗰度咧就有個 show， 咁嗰個 show 咧就會見到我哋咧就著古裝嘅，咁啊亦都有好多關於一啲大家都應該會聽過嘅歌嚇，咁我哋嗰日都係叫做一個中秋嘅 show 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想睇嘅話咧，咁亦都可以咧向我買飛嘅，咁啊啲飛咧就已經到咗我手噶啦，有啲飛咧就已經我見到嗰啲朋友我就已經俾咗噶啦，有啲咁就未俾嗰啲咧，我會再聯絡你哋嘅，因為我仲未排位係啦，要因為佢上面有啲嘢嘅，咁我要俾大家啲飛啊嚇。咁所以到時我會再聯絡大家嘅，知道嗎？咁咩？喂？嗰個咩字啊？鄭小姐，你呢個係咩啊？鄭小姐，你呢個係咩嚟噶？我係咪有啲咩未睇到啊？上邊好似冇喎。我唔知啊，唔知咩嚟噶，鄭小姐。點解突然間講呢個位置 ？OK， 好啦，唔好理佢啦。我一間我再了解一下係啲咩嚟嘅先。我等我翻睇下，可能上面有啲留言我睇唔到或者點樣。好啦，你有飛啦，馬志成係咩？咁好啦，我哋9月3日見啦。好啦，咁我哋真係唔講啦，好夜啦。好啦，咁晚安啦，我哋星期四再見啦，拜拜。9月1日啊。